Hello， 我们看一下三之二圆与直线的关系习题第十题。题目现在跟我说，已知 n 跟 b 都是实数，然后现在有个直线 l 的方程是 y 等于 ns 加 b， 与圆 c 是相切的关系，而且它们的切点是 p 点的坐标是会是负一一。其中圆 c 的方程式是 s 平方加 y 的平方减 6s 加 2y 减10等于0。那满足以上的条件之下，请问 n 跟 b 的值分别会是多少？首先我知道题目给的圆 c 给的是一般式，那我希望说借由圆的一般式转成圆的标准式，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圆的圆心跟半径会是多少。所以我将 s 平方加 y 的平方减 6x 加 2y 减10等于0变成什么？S 减3刮弧的平方再加上 Y 加1刮弧的平方最后等于20。那借由圆的什么标准式，我就是可以知道这个圆心我叫它 C 点的坐标会是3-1，然后这个半径 R 会等于2-5。那接下来的话我就可以画成以下这个图，因为这个圆心的坐标是3-1，对，然后圆上面有一个点 P 点的坐标会是-1，然后题目也跟我说直线L 跟圆 C 相切于 P 点的坐标会是-1，所以我可以知道什么？这个切线我叫直线 L。好，接下来的话我要怎么做？因为我知道 P 点会是切点，它的坐标会是-1，那么我可以说什么？线段 CP 或你说直线 CP 会跟直线 L 是垂直关系。那么两条直线是垂直的关系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如果这两条直线的斜率都是存在的话，它们的斜率相乘会等于-1。那么第一个我就说线段 CP 的斜率已经跟直线 CP 的斜率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什么？将 C 点的 S 坐标减掉 P 点的 S 坐标方分母，所以3减掉刮弧的-1会是3+1，所以会是4。那分子放了什么 ？C 点的 y 坐标-1减掉 P 点的 y 坐标1，所以-1-1会是-2。所以我可以知道线段 CP 的斜率会等于直线 CP 的斜率会等于-2/1。那么题目一开始就跟我说直线 L 的方程是 y 等于 ns 加 b。那么借由直线 L 的方程式，我可以知道直线L 的斜率其实就是 n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刚才又有说到的是什么？直线 CP 的斜率跟直线 L 的斜率相乘会等于-1，因为它们是垂直的关系，所以-2/1乘以 n 会等于-1，所以 n 本身就会等于2。那么我既然知道直线 L 的斜率会等于2，而且直线 L 会经过什么 P 点 ？P 点坐标会是-1。这时候的话，我将干 n 等于2带入我一开始题目跟我说直线 L 的方程式是 y 等于 ns 加 b， 代价是 y 等于 2s 加 b， 对。那我要怎么去求 b？ 我是不是知道说直线 L 会通过 P 点的？所以我将 P 点的坐标-1带入直线 L 的方程式也会和，所以我可以知道带进去就会是1会等于2乘以-1再加上 b， 那么1会等于什么？-2加 b， 这时候我就可以知道B 的值会等于3，所以这题最后的答案 N 的值会是2 ，B 的值会是3哦。